黄静文，你嘛就准讲我唔知你在讲啥？你认为你比任何人搁较巧？我甲你讲，自你出现伫咧我甲信公生活内底开始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上戆的人。我已经甲你讲过，我袂甲你抢红色，我唔是做资源回收的。恁翁，你家己留底用，莫甲我当作是敌人。敢讲你会惊我，还是你认为你啥物拢输啊？做事。信强，你想要拍警官？你敢知伊做啥物代志？伊甲你的好兄弟彭耀武已经困做伙啊！静雯，丽宏讲的敢是真的？无唔对，是真的。伊来我的厝，我的房间，彭耀武。一直如果要来阮家，我就开门让伊入来。然后，别讲。唔敢听，但是你惊会用垃圾你的耳啊？是啊，我就是这种未见晓的查某人。我相信，只要我愿意，无一个查某人会拒绝我。安尼，恁甘愿啊？你想要别人来讲，因为我讲的是实话。你今麦有听到吼？伊清脆心灵，家己身体有活动。你当初是离开这个人，是郑凯选择。你嘛在讲什么？我想到袂当讲，伊有怪亚母，害亚母反背作怪，这种袂见笑的人，我想到袂当假死。我拜托你，减讲几句。安怎？敢讲你对伊还是唔甘？还是讲你对伊还够旧情？丽宏，丽宏，咱是为着要补清楚姚母的代志才会来。咪啊，证券所啊，来百灵会馆。你保证你跟姚母是清白的，是安怎代志会变安呢？你莫讲问啊，恁家己心肝内已经有答案，敢问我要创啥？搁再讲，我讲的话恁敢愿意听？周信强，我即马无想要直接跟你冤家，我干那爱你，给我一个交代。你现在一直替咪阿讲话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太太？我唔是替静雯讲话。我只是感觉咱即马大家拢输啊，冷静。是伊做唔对代志，伤害做官，我现在袂当驾驶。啊，是讲你根本都唔敢看到伊，互人欺负，互人骂。对吼，咱先回去好不好？你老尊公，你对伊好，伊就会感激你，就当让你甲姚母赶快去因家。你愈讲愈离谱啊！我甲静雯早都无一种男女之间的感情啊！你对伊若是无感情，你现在怎会出现伫咧遮？啊，是讲你常常家己一个人，煞来遮找伊。我来遮是因为，因为啥？你讲啊！说出去，要不黄七多的代志，还是暂时卖互雷洪英知影。啊，若无一定会阁找静雯麻烦，到时阵代志都我都收煞。就姓张。你若是无做出对不起家己良心的代志，你现在唔敢讲。为着我今日来遮，唔是你所想的迄种原因，我确实问心无愧。我有代志，我来走。周信强。你是甲拍安怎啦？我敢无闲去拍你。不管之前我甲青木社人来找你，你会这么惊吓？原来迄个时阵，你甲静雯。
你哪能对静雯做这种代志？他还是气消药啦，拿出来三百块让你吃清楚呢。人家凊彩你咪讲两三句，你也嘛相信伊哦？你读个歹去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是听伊讲的，我是听静雯亲嘴甲我讲的。不怪，不怪咱结拜兄弟几六十年啊，难免来去冲突，会相拍。你今日拍我上当，你也是为了一个查某人，你还讲唔捌为了大嫂，安尼对我才歹着。安那，即下命上重要，是不是？伊讲话拢是性子嘛，吼，互你听到到底，你敢嘛放弃我这个兄弟对无？我有命啊，独家比控制条。恁替我的检体去化验这件代事，应该记得真清楚，对无？咱只是怀疑，我都确认，命无可能给你有任何机会确认，伊都已经计划好啊。新闻社长验你的咖啡，验无任何的问题，是因为命伊把咖啡换过啊。你正经不是安尼讲的，所以我是去用命骗去嘛，这拢是伊的手咯。是，我承认，是我要求米娅叫伊带我去印度，还是因为我毒瘾压起来啊？伊应该是伫我咖啡内面啊，啊，面药掺真济，我一啉我就睡困去啊。后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完全拢无印象，话当然在伊讲的嘛。静雯根本无理由设计你，设计我是郭世贤。郭世贤孝顺我的精华地，所以伊一直想要对我出手，但是答辩我拢闪开啊，所以伊就叫咪啊来下毒，但是我阁找无任何证据，我就只有听郭世贤的话，签和解书，落回失的影片。大兄，你当当年迄个单纯的初恋情人，已经甲郭世贤共国啊啦。我知影静雯甲高总裁关系无一般，也不过，啊不过啥大兄，我袂拢讲啊遮尔啊清楚，是安怎你就是唔肯相信我？之前你嘛是怀疑过高世贤啊，现在即摆讲到咩啊？你都拢无话通讲啊？要不，你嘛会当问咩啊？大伯，你让传咩啊来对峙啊？你即摆感觉伫我面头前？用即马甲我讲话的态度对面啊呛声，甚至请伊食拳头无？你才让我失望。咱结拜几十年的交情，可输我一个查某人。我早都甲你讲过，叫你别去保龄会馆，你都是不爱听我的话。啊，若无给你发生的一切，都会当骗的。就这样。咱不是一直在怀疑讲你的咖啡是不是有下毒？那照你所讲的，本当分析就有道理啊，无得着你真正是吼错怪伊啊。所以你嘛认为我对静雯够有感觉？我自己心内感觉。我自己上清楚，所以上让我痛苦的不是姚母做不到的事情，我痛苦的是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我不应该对姚母这种态度。我嘴里说我跟静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痛苦的我跟知影要不甲静雯做伙的时阵，我心内是感觉袂爽快。我知影我无应该安尼，要唔过我就是无多控制我家己啊。总讲本党的真正糊涂做唔着代志，那你就应该甲伊关起笼啊来，或者是应该有听话。安尼要不就去了了，只要知影家己唔对。会当真心忏悔，伊就有重新的机会。
我相信你会陪伊。我咪陪伊。听我说一下，多谢你啊！假使真有火了，搁伫个，我咪会甲你讲同款的话呢。真有火是我个了不上好兄弟，你咪是。伊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拢爱怪我啦。我拄看酒档甲饭档哦，因两个兄弟冤家啦，想讲伊心情哦，作恶就作歹，啊，就啉烧酒啦。啊，谁知影讲啉无几杯就醉干了哦。哼。啊，恁是咧开讲啥？无啊，我无讲啥啦。哎，我只想袂到讲啊，迄酒档个啉醉了，话有够厚个啦。甲个饭档哦，做兵个时阵，自头到尾我讲互我听，我讲我已经听出侪病了，硬要讲啦我。哎，回来，还是讲时间无早。阿伯，我先来。哎，阿姆，我送你啊。好，金木社长，多谢你送信公回来。啊，慢你讲啦，我应该爱做诶。对吼，我先回去啦。慢我白想。刘信强，你着饮酒醉，拢在关心你的初恋情人。信强，在你的心肝内，到底有偌济位置是属于我的？我这位置是属于你的初恋情人的。